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甲属了哈，从一二三一直数到呢26，那乙的话同时也在数，而且他数的数率哈跟甲属的数率一样，他是从 A 减一 A 减二，就每一次哈少一这样数过去。好，那数率一样，也就是说当甲属一的时候，乙就数 A 嘛，甲属二，乙就数 A 减一，这样子数。当甲数25的时候，乙的话呢就数多少？数71。当甲数26的时候，乙的话就数72。因为是甲数到26，那乙的话就数到72。那么他们这个 A 是多少？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哦。这个甲的话哦，这样数过去，它每一次加一啊。乙这样数过去，它每一次减一。从这里到这里的话呢，它加了25次，我就25的公差。好啊，从这里到这里的话呢，它减了25次，减了25次，好，哎，那个公差是负的，所以从这里到这里它是加25次，72了哈，加25次，每一次加一嘛，加25，就等于多少？等于这个 A 了。所以 A 等于多少呢 ？A 是等于97啊。所以答案是97。